珠江南廣場呢邊咧，我哋就聽日講交貨啦。而家我哋成班人馬用咗26日都唔夠嘅時間，就即刻起咗呢個咁嘅商鋪。所以講，我直接冚啲文啦，冚啲文嘅意思即係話應承咗嘅嘢一定要做到咯。聽日一個好日子咧，就係、是、業主要求喺聽日咧就開張噶啦。咁啊，我哋應承咗之後，本來其實係唔得噶，咁但係無論如何啦，今晚我哋就好有信心啊！加咗人加咗力，係令到佢得嘅。佢哋好多都覺得好舒服，設計好特別，同有泰 feel 嘅感覺咯，我非常滿意。將來我有機會開分店嘅時候，我一定會再揾設計情報嚟幫我手嘅。設計情報中心的設計一向都很出色，為客戶所津津樂道。出色的設計是有很多範疇的，除了寫字樓和住宅之外，設計情報中心在商鋪上面的設計同樣出色。好像這個按摩中心為例，一樣可以稱得上是設計的精品。這間按摩店有2200多呎，面積很寬敞，設計上面可以盡情發揮，給到客戶信心。再加上設計師用了泰式的設計，兩者的化學作用不言而喻。大堂的部分有一個以八子櫃作為設計藍本的架，用作放置毛巾之用，一排排的毛巾好像正在排隊服務客人，方便師傅拿毛巾之外，也都非常美觀。而大堂上面有两张泰斯椅和中国式的龙船，不单止和泰式的设计非常匹配，而每间房也都配上了花纹独特的墙纸，更进一步表彰出尊贵舒适的感觉。在整个设计和装修的过程里面，客户有很多心声想和大家分享。好舒服，设计好特别，同有泰 feel 的感覺咯，係俾人一種舒服同埋柔和啲嘅感覺，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啊，真係好想入嚟試下或者參觀下咁樣咯。原來客户喺設計要求上面要有自然嘅感覺，目的係令每一個進入按摩店嘅客户都能夠消除工作上面嘅壓力。設計上面嘅氣氛配搭令客户非常之滿意，而設計師嘅細心更加令客户相當滿意。其實咧入內裏咧配合咗好多個人喜好啊，同埋因為其實之前我都有同好多個人溝通過，因為其實好多人咧香港工作壓力太大啦，好多人都好想真係有一個地方係能夠俾佢 relax 到鬆弛到嘅嚇，同埋加上我自己就比較中意泰 feel 啦，同埋因為其實係泰 feel 俾人一種舒服、好 natural、好舒服嘅感覺嘅，咁就所以我都同設計師就係朝住依一個方向嚟到溝通設計嚇，咁後屘設計師就同我營造咗依個咁 relax 嘅環境出嚟，我自己非常滿意。設計情報中心嘅口碑、網頁上嘅豐富資料同埋設計總監陳先生嘅專業意見，就係信心嘅來源啦。今時今日嘅一站式啦，已經唔同以前嘅一站式服務咁簡單啦。這個單位設計裝修咧，由這個平面擺位、所有嘅裝飾品、所有嘅設備，我哋都咧由我哋公司所有嘅完全嘅同事提供嘅，直至到最後臨開張前，我哋嘅招牌咧、一部分嘅文件咧，同埋一啲 CD， 我哋都能夠咧提供到俾客人真正嘅一站式服務。其實設計師就真的很細心，譬如地下物料方面啦，咁佢會顧及到可能有水會唔會跣腳，同埋營造翻一啲 natural 嘅效果嚇。咁同埋咧，因為設計師咧佢哋個諗法係好長遠嘅，佢要同我揀選一啲係好襟用嘅物料嚇，咁就又實用又靚又美觀咯嚇。其實依間公司佢一路都。其實他們是比較出名，而且他們的口碑真的很好，加上他們的網頁真的很豐富，很多資料，還有後來跟陳先生談完再談話的時候，陳先生給了我很大的信心，所以我是決定是找他們幫忙，因為我要趕著裝修，其實裝修期實在太短了，但是因為需要裝修的內容又
比較繁複啦，同埋個工序好多嘅，咁就所以其實之前咧，因為我26號開張，24號開張前兩日嘅時候，依間鋪頭仲係好多嘢都未曾OK 嘅，咁其實外界咧好多人都有 comment 俾我話，喂，究竟你得唔得啊？即係好多人都質疑我，究竟你26號可唔可以成功開張咧？同埋好多人都不斷替我擔心。其實我初頭自己都有少少擔心嘅，但係後屘同阿陳生佢哋啲同事溝通過之後，佢哋俾到我好大嘅信心。咁結果咧，24號下晝個鋪頭真係好大轉變。咁就好多工作其實已經真係可以喺短短半日時間可以有90%係已經做妥曬，加上25號咧，佢哋好辛苦咁樣做到好嘢，咁26號我真係可以成功開張到，真係好多謝佢哋。如果呢間按摩店再開分店，工程公司同埋設計顧問必定會係設計情報中心。我非常滿意，將來我有機會開分店的時候，我一定會再找設計情報來幫我手的。